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。对，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。哎，这个开场呢，我们二位给大伙儿表演。对，主要介绍一下旁边这位。哎，这位呢是我的大当，那是骑马用的旗舰。在下边说你多少次到台上千万不要激动。怎么了？你这一激动就说错了。哪说错了？没说错。啊，你都听着呢，什么叫大当子？那应该什么呀？搭档。对对，我的搭档，我的 partner， 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的 partner 齐先生说相声说的特别好，长得也漂亮，哎，看着也年轻，对不对？观众喜欢您，哎，来，在座观众啊，不是都冲着王自健来的，是吗？也有冲您来的，真的？哎，不信咱做个测试，这还能测试？您看啊，咱们冲王自健来的啊，举左手，没有啊？你干嘛呢？我吃两条。哎，这是支持王自健的啊。哎，冲齐先生来了，伸出右手，中指。你看多少？哎呀，都是冲您来的。有这么测试吗？就说您受欢迎，对不对？观众喜欢听您说相声。哦，那是。哎，您说相声，反正年头儿不少了。说多少年相声了？说了有，哎呦，三十多年了。三十多年了。对。那我问问您啊，为啥？您说这么多年了啊，怎么就没红呢？这，哎，他那个时候赶的不好。我觉得啊，嗯，不是时候不好。那您这个命里有劫，命里有劫。您看啊，您看啊，您那个印堂发黑啊，脑门发绿，是吗？哎，您命里有劫，真的。您得找地儿算算命去。算命？哎，您算过吗？哎，你还别说，我还真算过。算过。我就在我们家广渠门，嗯，桥底下。都算了，怎么算呢？怎么算？他就算命的先生拿一张纸，然后上面写上，写上完了之后啪一扣，然后问完了之后把那纸一翻过来，对，哎，一样，假的，假的啊！我知道您说的这个啊，这是一种江湖骗术，这是骗术。哎，您说这先写后问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先写好了啊，把纸扣过去，再问你，嗯，问的这个答案，对，在这个纸上写着呢，假的，这是假的，哎，甭说他了啊，啊，我都行，你也能骗，我都能来，什么叫我都能骗呀？我也行，你也行啊，这么着，当着大伙面啊，啊啊，我今天来一个先写后问，好不好？哦，你也。先写一次，然后再问我。算算你们家啊，哥儿几个？哦，算我们家哥儿几个？行吗？就按我刚才说的那个方子，好不好？啊，行行行行啊，行。我写这么几个字啊，哪几个字？说这个桃园三结义，嗯，孤独一只。哦，这么几个字？哎，这么几个字？你们家哥儿几个都在这上面呢？哎，我还真不相信。你说吧，你们家哥儿几个？我们家啊。哥仨，哥仨就对了呀。怎么对了？您看我写的好啊，写的桃园三结义啊，你们是哥仨，对对不对？孤独一只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证明你们哥仨感情好，是都在这一个枝上啊，孤的人。我们哥仨都在一个枝上孤的。哎，哦，那哥俩。您哥几个什么记不清是吗？甭管啊，就哥俩，哥俩，对，哥俩也对啊，哥俩怎么对？我写的好啊。怎么写？你看桃园三结义，嗯，您原本是这个哥仨的命，哦，孤独一只呢，嗯，哥仨呢啊，孤独下去一只，
就剩哥俩了。哦，给糊涂先生一只。哎，那你家哥一个，哥一也对了。怎么对？你看桃园三结义，嗯，您是哥仨的命啊，孤独一只呢，对，你命犯孤独啊，就孤独出了你这么一只儿来。哦，就孤独出一只。哎，那你家哥四个，哥四个也对了。怎么呀？我写的好啊，啊，桃园三结义，啊，哥仨，啊，又孤独上了一只呗。啊，哎，你家哥五个，您哥八个都没事儿。怎么？桃园三结义啊，哥仨，对，孤独一只，嗯，一只又分好多岔啊，孤独起来。慢慢来，慢慢孤独起来。你好，你以为是干什么的吧？哎，哦，哦，这就是，这是假的，哦，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，那，啊，没真的，我看来，您看。要真的啊，您得问谁呀，啊？问谁？鄙人。我问你，那您得问我。你行，我平常啊啊，我不拿这挣钱。哦，我就研究这个。哦，您是研究这个？哎，我就研究这个。是吗？你像中国，嗯，蚂蚁神像，哦，宪法大全，哎，这我都行啊。都会，不光中国的啊，嗯，外国的我也行。哦，国外的你也研究？哎，吉普赛人占星术，哎呦，塔罗牌，哇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，有深的这个，这都行，没问题。是吗？啊，嗯，那您这些都会？没，这么着吧，啊，我今儿给您算算，给我算算，行不行？我碰上高人了，好吧，这么多年了，这，嗯。都没找着合适的人，今儿找着您了，您受累，给我算了，给您算算，好吧？那我给您来这个中西合参，嗯，中西，哎，哦，先使这个西方的啊，啊，西方的占星术，哦，找到您为什么不红的原因，啊，再使中国的这个相面，嗯，看手相，找到破解之法，中西结合，行吗？那好，好吧，行行行，行啊，行。那您报一下这个生辰八字，生辰，生什么？就出生年月日。啊，出生年月日。啊，我是五四年啊，七月一日生。五四年七月一号。对。我能算出您是属什么的？不，您这不用算。五四年生人，属马的。不对。你哪属马去？我就是属马的。您看，中国您是属马啊，我按照西方算，您就不是属马的。哦，按西方那算。哎，那不属马，我属什么呢？属螃蟹。属螃蟹，大个螃蟹。我让你给我算命，你这拿我开玩笑是不是？谁拿您开玩笑啊？这人有属螃蟹的吗？您看啊，您是几号生？七月一号。七月一号。按照西方啊，嗯，您就巨蟹座，巨，什么叫巨蟹呢？嗯，就是大个儿螃蟹，对不对？哦，您这是西方，哎，哦，星座那个，哎，西方你就属螃蟹的，啊，那就属，那属，知道吧？那就属，那讨厌，嗯，咱中国来算啊，算算算，咱们看看手相，我看手相，把爪子伸出来，哎，谁说？人有叫爪子的吗？你看相书上写的好啊，相面不看爪，嗯，必定没传法。别台湾不合辙，嗯，相面不看手，必定没传手。哎，也行也行，依着你啊，哎，依着，把手伸出来，把手伸出来。哎，你看，这手挺好啊。别人看手相啊，嗯，看手中间这个三道纹，嗯，也叫三才纹。哦，我不看。您看哪？我看中间这道。中间的。中间这道叫冲煞纹，哦，有人有，有人没有。是吗？说掌间横生冲煞纹，嗯，少年必定受孤贫，若问富贵何时有啊？客去本富另嫁人。对，你要想转运呢，你就得嫁人。你演员，你找一导演，找一大合理。怎么了？我说你怎么眼神不把眼镜摘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你看我男的女的？女的呀。这堂堂正正的男的
男子汉，看手相，哎，讲究男左女右，没错。你伸的哪只手？我伸。这这。没错，你伸那只手，我得按女的看，显咱内行，对不对？哎，来这咱俩是吧？哎，来坐坐坐，换只手，换手换手。你看这就难的手了，是吧？这手指都分得开呀、啊。分得开是鸭子？什么？分得开是鸭子？你还有这兼职呢？说您这个手指头长，哎，说这个指为龙，嗯，掌为虎，只许龙吞虎，是不许虎吞龙。哎，您看，多好，您这手指头就长，是吧？哎，大指为君，我指为臣，嗯，君臣相配，您的八宫高满。哦，哎，您看，掌心八，啊，就发家，掌心不是那什么，掌心一八，不是。看您这掌心八五八，够八的，挺八的。这看完手心了，啊，咱看过来看手背，看手背。哎，看手背有劲儿。那怎么看？这边翻，往这边翻。哎，他给你翻过来了。啊，翻过来看。看左，这手背挺好的，是吧？嗯，肉的。多新鲜呀！怎么肉的吗？我说您手软，哎，男子手要棉，无钱也有钱；女子手要柴，无财也有财。哎，您看，您这个啊，挺有钱的，是吗？这个拳头攥起来，哎，看看您这个福筋，就是手上这个青筋。说福筋若入骨，将来必受苦。福筋不入骨，将来必享福。哦，您这个福筋呢，似漏似不入。哎，大富大贵没有啊，衣食福禄不愁。哎，看完手相了，咱看看面相。哦，该看面相。哎，看面相。咱们先看五官，再推流年。那可以，好不好？咱五官啊，五官都给您比划比划啊。这个东关、西关、南关、北关、主楼、后海、延铁街。咱们大街有吗？嘿，你跟您开个玩笑，别开这。哎，五官啊，眉目鼻口耳，哎，眉为保寿官，哦，眼为监察官，鼻为申辩官，口为出纳官，耳为采听官。五官有一官好，走十年旺运；有一官不好，必走十年败运。咱先看看啊，看您那个保寿官，就是眉毛。我看眉毛，哎，眉毛，眉毛长得还挺好，是吧？哎，但是眉梢发散，眉梢发散就是不是特别。您这眉毛稍微长得不对地方，长得不对地方，往下挪，往下挪，往下挪，挪四眼口，哪能挪那么小啊？挪哪儿？大挪，往下挪，挪二尺半，不像啊。谁看得见？是不是看不见？你也穿不了比基尼啊！往斜下方挪，斜下方挪到手指头、食指上，挪这儿。哎，干嘛挪这儿来？您看，早上刷牙呀，省牙刷。刷完牙，您上完厕所，擦屁股，擦完屁股再刷牙，都不能大眉毛。脏不脏啊？多好啊！什么好？哎，就说您眉毛长得不是特别好，是吧？哎，我眉毛不好，眉毛不好，咱再看看眼睛，看别的。哎，看看眼睛啊，您这个眼睛啊，这眼睛怎么样？不是人眼，不是，太气了，才不是人眼。您看这相书上说的特别好啊，说什么呀？只有西方我佛如来长得是人眼，是吧？哎。人分六种眼，哪六种？龙眼、凤眼、虎眼、鹿眼、蛇眼、鼠眼。嗯、哎，有批注啊，嗯、说这个龙眼人，嗯，登基坐殿；哦、凤眼人执掌朝阳，嗯，虎眼人手握兵权，鹿眼人打坐参禅，蛇眼人曲曲弯弯，鼠眼人穿宅过院。嘿，您这眼睛啊，我这属于六种都不属于。那我属什么呀？鸡眼。鸡眼有长这儿的吗？鸡眼都这儿。您看，您误会了。我说您这鸡眼啊，啊，斗鸡眼。哦，斗
忌呢？哎，说您长斗忌眼 啊，生性好斗，脾气急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你还真说对了，对吧？脾气特急。哎，这是您的眼睛。哦，再看看鼻子。看鼻子。鼻子挺好的啊。是不是？准头端正。嗯。什么叫准头啊？准头就是这鼻子尖哦，鼻子尖长得挺端正的。哦。但是稍微有点小瑕疵。什么瑕疵？鼻罩暴露。什么？鼻罩暴露。您的鼻子。就说这鼻罩就这儿。这儿鼻子暴露，鼻子暴露就唇不才。哦，这边有一鼻子，哦、这边您就都暴露。哦，看完鼻子啊，看完嘴，唰、啊！多少有点香，让您尝咸淡，是不是？没什么，去擦擦。哎，您看您这嘴长得就挺好的。嗯嗯，是吧？哎，嘴大。他们都说我嘴好。哎，嘴大吃八方，真是这样。您那个呢，不光能吃八方，还能尝出咸淡来，是吧？没完了，是吧？哎，再看看啊，看您那个耳朵，耳朵，耳朵，对，耳朵长得还不错，那是。但是呢，嗯，太死性了。不是，什么叫太死性了？您这耳朵啊，啊，要能摘下来就好了。我这耳朵摘下来，摘下来，摘下来干嘛？有用处啊。有什么用处？您看啊，您过年了，嗯，不得吃饺子吗？那是啊。您看这包饺子多费劲呢。啊，对呀、啊。你把包饺子，您把耳朵摘下来啊，打一个，挨一个，模子，好当模子了啊，多好啊。好什么好啊？好摘下来，摘下来我是成什么了？是。就说您这耳朵长得不是太好。哎，这五官看完了啊，咱退退流年啊。对对。哎，看看啊。十八二十八，您这个三十岁的时候，准有好事儿。哎，又猜对了，对不对？三十岁啊，我结婚，结婚，结婚好，是结婚这个大喜的。对，哎，在这个命理学啊，嗯、叫小灯锅。哎，哎，但是您那个结婚了，但是我媳妇多大？你不是什么？你媳妇多大？吓我一跳，比我小五岁，比你小五岁，对，不好，不好，你小媳妇不好，小媳妇好啊，你得娶一个比你大的，啊，非娶一比我大的，必须娶，你看女大一，抱金鸡呀、啊，哦，女大二，抱金块啊，女大三，抱金砖啊，女大四，毕业了呀，毕业了。不是我找媳妇，我上大学去。我您这样啊，您应该找一个比您大六岁的。为什么？您看，女大三抱金砖啊，女大六抱两块金砖。我要找一六十岁的，我得抱多少金砖？那你就被金砖压死了。啊，那我还不找了，是吗？你这不行。怎么不行、啊？你是不是小媳妇？啊，对呀、啊。是不是小媳妇？没错。小媳妇克你。小媳妇怎么克我、啊？小媳妇，你媳妇是不是天津人？啊，对啊。你是不是巨蟹座？啊，没错。天津人好克房呀、哎。可是，小媳妇克你。这房就克我。克你。对。哎呦，这么讲究吗？小媳妇不行。那怎么不行？你自从娶了媳妇啊，你是一年不如一年，这一个月不如一月，一日不如一日，一日一时不如一时，一会儿不如一会儿。是吗？哎，你不行，太克你、啊，知道吗？哦，哎，尤其你是捧哏的，对呀、啊，受尽周门的讽刺挖苦，轮流打击，杨传树祸害你爹，啊，拴娃娃祸害你妈，啊，哎，这个白石会让你出殡打幡，嗯，福寿全让你披麻戴孝，周门的把这些脏的烂的黄的臭的一桩，一次次一回都泼在你身上，你是丧气无能带委屈，糊涂无奈干着急，那我没好了，你想不想好？我想好了，给你出一主意，什么主意？你不是巨蟹座吗？对，把你上锅一蒸。啊，就红了，闹来了。